境中求生存，猿类爆发，不代表他不聪明。以诚动人，看我书写商业传奇，广纳人才，为自己所用。一代儒商吕俊杰的故事就在本期新推荐。在我们的故事里，有这样一个男主人公，他一出场是这样的：赵玄孙李，周吴镇王。怕什么？有雀旗在，一准没事。吕俊杰，你要是一直这样下去，对得起闪耀在头顶上方的主角光环吗？这里一定有我们不了解的事儿。学习力、判断力、沟通力，还有一个信任力，他非常的讲究诚信。不会解释，不会解释。吕俊杰这个人一直是从小就是很聪明的，因为家世的原因导致了他呢，怎么说，懒，但是呢不代表他不聪明。当年康熙爷为了行军方便，一共啊设立了十几个军台，我呢打算仿效军台，在咱们这条商路上建立商台。然后呢他乐善好施，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就是身份低贱他就会去瞧不起，也不会别人因为是身居高位他就去恶意奉承。你怎么一点善心都没有？李贵，给钱。谢谢吴少爷，谢谢吴少爷，谢谢吴少爷。吴少爷上钱了，撒钱。然后他的观察力非常好，然后呢爱学的东西，只要他想学的没有他不会的，比如说他会骑马，是在张家口骑马最好的一个年轻人。他人物的个性是有一个转变的，在戏里面从一开始是家里面最小，可能也是比较受宠，娇生惯养，是一个性格比较跋扈的这么一个人。然后呢，逐渐的成长，然后呢，变得越来越冷静，越来越沉着。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将给你一段超乎想象的考验。吕俊杰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一系列的遭遇激发了吕俊杰的潜能，一步一步朝着他的商业帝国靠近。吕俊杰其实身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和特点的，但我觉得他最擅长的是他能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，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，然后广纳人才为自己所用。俊杰，那你说说看，咱们怎么能发大财？要想发大财，就得为别人不能为、不敢为之事。大家都服你，必然人心拢，何愁事情办不成呢？虽然钱不白撒了，但我的商号聚义兴马上就要开业了。各位要是想谋个生计，可以去我的商号报名，我会择优录取。一天说实话时间真是不够用，每天我必须要腾出两个小时时间出来健身，有时候呢还强迫自己练一个小时的字，这就花了三个小时了。拍摄时长的话将近是12小时，来回路上的话要14小时，加上3小时就17个小时，然后剩下的就是睡觉时间，一天有时候真的不够用。吃饭，哎呀，吃饭真的是没有说单独说为了吃饭而吃饭，我们称吃饭的时间是属于补充的时间，是我有时候经常吃饭的时候就是在来回的路上，就想现在好多东西在路上吃，我对时间把控还是比较严重的，而且我每天收拾时间，我也好的